好，经过这个祭神祭祖之后呢，这个除夕啊，我们要辞旧岁哦，所以呢，要送去过去的所有的这些不好的，然后呢，迎接全新的一年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报一声旧岁。贴春联，龙腾四海酬壮志。OK 碎了 OK 凤舞九州展龙图，红布啾啾颠红朵，龙凤呈祥万事昌，两桶丁雄满足秋。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字吗？来哟，交财有进步，进哦，进哦，旺旺旺，呜，财源滚滚来，元宝滚滚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给它点一点水，呜，来哟，招财进宝啊，好漂亮啊！这个红红绿绿韭菜角，长长久久，加上虾仁角，我们就可以开动啦，上菜。大家看，可以说就是我把它料理了之后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合家团圆的年夜饭啦。重点呢，其实不是美不美味啊，重点呢是大家在一起团圆吃饭啊。所以开动啦，吃饭喽，吃饭喽！好了，现在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子时了，我们要用开门红来迎接崭新的甲辰龙年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飞龙在天。同时啊，新的一年呢，也要在这边诚挚的祝福所有呢看到我们这一段影片的好朋友，大家都能够一飞冲天。